大家好啊，今天挖几棵树，挖树送礼。我老舅在我们这隔壁的镇子上建了一个冷库，然后需要美化一下，看中我们家这个花树了，叫牡丹海棠，然后给它抠两颗，再抠几颗黄杨球，送给他，给他美化一下。他需要两颗，然后我得挑一挑，选一选哈，给他找两棵树形好一点的，能随得上的。这棵怎么样？这棵不错啊，就这两棵了，这两棵高矮大小都差不多，能随上。开干。再给他找两颗黄杨球，大小差不多的哈，这找大小差不多的哈，圆乎一点的，挑两颗。这个扣子哪个？你这两个都扣了多？咋的？这俩都大小差不多。行。搞定，两颗牡丹海棠，六个黄杨球，搞定了啊！园子里边还有很多，这边这两颗大的抠走了，再上两颗小的，让它在这慢慢长吧。下午撞车给它送去。这花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，等到花开之后再给大伙拍视频看啊。